福原爱怀二胎忧喜六个月揭晓 baby 性别。日本桌球天后福原爱小爱嫁给台湾桌球好手江宏杰成为台湾媳妇，二人育有一女 A 了降比一岁。今江宏杰在脸书宣布老婆怀第二胎喜讯，并且已经怀孕六个月。他表示前阵子老婆格外辛苦，有天他要回日本工作，他送他去机场，他又身体不适，跟他说很想吐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怀孕了吗，马上买验孕棒，直接在机场厕所验孕，果然如他所料，爱妻怀了第二胎。问及宝宝性别，怀言表示小儿的前世情人报道，一指福原爱怀的是男胎，夫妻俩短短二年内便凑得好字，让粉丝羡煞。江宏杰表示本来打算让老婆多休息一下，再考虑有第两个宝宝，但宝宝提早报道，二人也是很开心，期待并迎接 baby 的到来。福原爱目前怀孕六个月，相较于第一胎有减少不是，江宏杰也感谢家人在他出外比赛的时候帮忙照顾老婆，也开心和粉丝宣布喜讯。华言说江宏杰回应目前以脸书为主。福原爱在今年十月时宣布退役，推估当时已怀孕四个多月，问及是否为专心照顾家庭才决定退休，所属华言国际表示不是。